这次在《极先锋》中饰演的就是武器专家神雕。我的话可能是上天吧。当时的衣服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，掉差不多蛮久的吧。对，看来早上然后到下午。要它留一点，哎，这样，好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往斜飞出。我是第一次拍戏，一开始的时候比较拘谨，担心呢，就在想自己可不可以。再来，做的太快了，他回头一看你的。后来就唐导教我怎么去做，然后觉得还蛮棒。栽培下一代演员，其实也是《极先锋》努力做的一件事。在拍戏的过程中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增强自己，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也是前途无量。